和老公回农村改造了房子，第119集，老公花50在小院给我做了一个3米高的大秋千。这2块板要给它卖掉，下面给它挖坑埋那个柱子。这有没有挖地道的感觉？我们这个秋千有多宽？中间的差不多2米吧。哇，这太窄了，真不好弄。牛，生不生气？你的饭碗被他拿来摇土了。半米深就够了哈。要挖深一点，深一点才会牢。哦，你那么大的秋千。秋千的柱子就用之前拆下来的木头吧，本来想用钢管怕生锈，还是用木头比较好。柱子留4米高，1米埋在地下，上面3米刚刚好，把柱子打磨干净。什么时候哦，还挺高的。放点混凝土，周围全部都要给它固定。打一个桩，给它跟这个柱子拉住就会更稳哈。嗯。爱上你却不敢告诉你，因为我知道我给不到你要的东西，我只能偷偷的想你，只能偷偷。刚刚邻居大哥说什么我都听不懂，他问我们做这个做什么，我跟他说是做当叮当，以后这做好了就你就在这里当叮当啊。好，用一根铁丝给它这个绑一下，那我怕以后荡了荡了这个柱子会松动。哎，可以了。哇，你看这么大一台的车，我们楼上这样子什么时候也要给它弄一下，去年都没来得及弄。我试一下。哦，刚刚好啊。横梁就做2米3宽，木头很难锯，邻居大哥就提着电锯来支援。你去给我摆几个拉子回来。拉子是什么？拉子你跟他讲一下就知道了。你回来啦。对呀、啊、原来这个东西叫拉子呀、啊。叫拉子，还没还好没买错。拉子。拉子。拉子。舌头不会转弯了。那拉杆是垫在这里的、啊、那个秋千弄起来我邀请你和你老婆来荡哈、啊、我跟我老婆你就会叫着她来荡秋千。把横梁用钉子加固一下，再刷一个木蜡油。哇，这个风景好漂亮啊，好像那个蓝天门啊。那我就是孙悟空啊。你是那二郎神？什么孙悟空？二郎神在给南天门上油漆。邻居姐姐又送蕨菜给我吃了。啊，等了好几天，秋千的绳子终于到了。你今天要打孔把绳子装好是吧？对啊，我今天给它装起来。刚刚邻居大姐叫我去帮她摘茶。那你去呗。好，走，我们过去帮大姐把茶摘了，她一个人在家摘不完。还有多少啊？还有30斤啊。哇，这个茶好嫩啊。哎，我也很会摘这个的，我每一年都有回来摘。这就是建瓯的春茶，一叶一芽，我们把茶针摘出来，第一波生茶就100多一斤。哇，终于摘完了，摘了一大盆。我拴紧一点，够紧了，你卡得很紧了。嗯，绳子容不容易穿过去？来试一下。哎，那你坐好啊。好啊。我给你秀出去啊。好啊。老公是这样推我荡秋千的，我是这样推老公荡秋千的。老公说以后千万不能让我推轮椅。和老公回农村把老房子从这样改造成这样，就是这个客厅有点空。老公说为了彰显他的品味和格调，他决定在茶桌后面做一个这样的博古架。没有材料我们就上山下河去捡，用捡来的树枝木头做家具，这样的老公谁不想要。到处都有木头捡啊。嗯，这个木头好不好？很重啊，这个很结实的，硬实木。
拉着。你就跟捡破烂的一样。捡一些破树枝啊。这木头是干的哦。是啊，前两天下雨还是有点湿，本来就干的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天线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，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。就算你又在哪里找一块破木头啊？对的，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大门上面的那个匾啊。这几块是上次拆下来的楼梯板，你们怎么拿去用啊？今天天气也太热了吧？那你先休息一下吧。好啊。来，这小风扇给你吹一下。这么小？对呀。哎，你还没说，这么小小的风扇吹起来挺凉快的，还没什么噪音，你吹一下。当然啦，雅白达小风扇外观设计可爱，有三档风速可以任意调节，还方便随身携带。京东家电家居618花8块钱包邮到家。这么便宜？京东家电家居618全屋超底价，我想买的家电家居京东都有，他们家电家居产品丰富。我还给你买了很多青苹果啤酒杯。杯子还挺厚实的，容量也足够大，可以装一整瓶啤酒啊。下次朋友来的话就可以不用一次性杯子了。这么多会不会很贵啊？放心吧，不会贵，才几块钱就包邮到家了。618期间在京东买贵双倍赔，以旧换新更是便宜，至高补贴20%。现在戳评论区链接，各家家电家居入手很便宜的，新用户还有新人券，很多好物质低到手才0.1元。那我要去试试。那你先把柜子做了吧。明天再做吧。我这个池塘里面是什么宝贝？这个人千里迢迢的过来捞。绝，你说那个池塘里是什么宝贝？哦，那个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灌肠草。这个不是你的。对呀，放羊呐。听说这个草很珍贵呀、啊。既然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，为我想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你看呀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等一下做出来你就知道了。两座大山，让我下。嗯。他说他有艺术细胞，我还不信。现在看来是有那么一点点，但不多。让自己快乐快乐，这才叫做意义。来，让美丽过来。你先过来。哎呀，小米哥，来，我叫美丽的，你叫你。哎。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说家是你的城堡，大声继续奔跑，你的笑。小时候的梦我知道，一要不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的天涯永远的一。你把这个放在这里干嘛？这个叫做背有靠山啊，讲究一大堆。既然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。你是不是很品味？老公你太有品味了。嗯，过奖过奖。随随便便，你看作家都这么好看。老公在朋友家捡了一个他们不要的破柜子，说要改造成我买不起的样子，效果不比买的差，就是这个柜子也太破了一点了吧，抽屉和底板都没有了，这门上咋还有个超人呢？不光是抽屉没了，四个角只剩一个了，也给他结了吧。以前人都用这种一字的螺丝，真的。哦，吓我一跳。以前做柜子的师傅太有创意了吧，居然帽子泳衣是有颜色的，瞧瞧这大白腿，拉手都烂柜子木头里面了。给他弄出来再打磨一下。天空好像下雨，我好想住你隔壁，下山在你家楼下抬起高处乌云，如果想起你出现一架钢琴，我会唱歌给你听，哪怕好多盆水往下淋。
你看，别人还是做的艳尾损。你干什么？重新装四个角。 为你解冻冰河，为你做一只瀑布。我看一下效果吧。好啊，看一下能不能立起来。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要去做饭了。那去吧。我来拿点木耳泡一下，中午做顿木耳炒肉给老公补一补。哦，那个洗手盆都漏水啊，里面都发霉了。啊？那个洗手盆下面都发霉了。我过来看一下。 你看这下面都漏水了，都发霉了。这边不怕，我买了安泰黄梅胶。像我们这种洗菜盆和橱柜接缝的地方，老是发霉还漏水就可以用它。还可以用在卫生间、洗脸盆接缝的地方，像马桶边啊、地漏接缝的地方都可以用，防水防潮，轻松搞定，耐污耐脏，再也不怕家里花霉花黄藏污纳垢啊。嗯，这个好，还是老公懂得多，这么厉害，给你点赞。我这木耳怎么还炒成蛋了？ 今中午吃这个令斗炒肉啊，木耳炒肉怎么令斗炒肉啊？这叫做抹令斗啊。你抹令斗。是晚饭，老公把柜子的抽屉做出来。你差那么多。满地的狗崽崽，瞧把他厉害的，居然学狼叫。 木兰油就剩这一点了，希望够用。这两个贴纸哪一个更好看？还是觉得这个绿色的更复古？抽屉也贴上，再装上铜拉手，还剩一个抽屉贴纸不够，就把这朵花贴上去，效果也还不错。 小米，小米，铁牛带我去，在哪里？小米又跑不见了，他一天到晚很爱串门，我们来看看邻居家有没有。小米，不是在他家里。 I'm not angry anymore, just a little bit let down. 小米，哦，你真的在这里啊？嗯嗯，回家，回家。啊，没有哎。回家。快点回家。回家，听见没有？回家。 进去了，进来了。 You know I would. You know I'm not angry anymore, just a little bit let down. I'm not angry anymore, just a little upset now. Cause I wanna be better than I was before, but I can't do it if we don't mature. Not angry anymore, just a little bit let down.
房子弄好了，你要给它起个名字吧？起什么名字好了？叫牛虎吧。牛虎，可以。I'm not angry anymore, just a little bit let down. I'm not angry anymore, just a little upset now. 来，天天，天天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带了一只小猫咪回家。喵猫。哦，这么小，赶紧给它放出来。怎么不能和平相处了？现在你两个怎么回事啊？新成员不知道。小家伙很害怕的样子。狗和猫是不是不能一起养？这两家伙好像不欢迎猫崽崽。豪华牛府大别野。给牛在下面都不让它出来。崽崽。崽崽过来，只能把小猫咪养楼上了。下面两只狗看见崽崽都疯了。崽崽，前几天买的香案做到了，赶紧拆了看看什么样的。Wanna be better than I was before, but I can't do it if we don't. But you're not angry anymore, just a little bit let down.I'm not angry anymore, just a little bit let down. 这是大厅屏风改造前，这是大厅屏风改造后，屏风后面改造前，屏风后面改造后。和老公回农村改造老房子，老房子主卧的窗户太小了，干脆就和墙一起拆了，做了一个大的落地窗，这是主卧现在的样子。老公又花300块给我做了一张悬浮床，钢管是盖厨房屋顶剩下来的。前一段时间朋友把悬浮床的框架做出来了，我想床宽一点，所以尺寸做了2米乘以2米的。今天我们就用这个皮革把悬浮床给它包下。被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，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，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，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。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继续奔跑，你微笑像是够的梦，我知道、啊、这么重快过来把脚包一下哈、啊嗯、好的大娘、哦哦、这挺重的、啊、这么重就这样子搬下去。嗯，来把这个声带给它装到悬浮床下面去。干嘛干嘛？哎呀，干活嘞，走开点。怎么容易就想放弃？就像我说的，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走开点。哎呀，能干活，你挤过来挤过来干嘛？哇，你好暖和，小美，把这衣服脱下给我穿好吧？现在不跟你玩了，就没完没了了。你进来干嘛？啊！走开！我来试一下这个。哇，怎么样？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继续奔跑，你微笑像是狗的梦，我知道的梦我知道，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的歌要永远的依靠，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。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河继续奔跑，
里微笑，像是高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在这里逃跑，想见的飞要永远的依靠，别叫吧。上次楼上房间睡的那个床垫很舒服，我又给你回购了一张，放在楼下这个土窝里。几十秒，整个床垫就蓬起来了，看着就解压。这黑白灰的配色还挺耐脏的，感受一下，软硬正合适。还有365斤试睡，不满意可以随时退，放在我们学务床上刚刚好。既然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谁知道像个要继续奔跑，微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在这里。现在来看看我的灯怎么样。第一次做悬浮床还是有悬浮的效果，这是改造前，这是改造后。